怎么刚一放假就开学了呢？这或许是很多大学生们的心声。当你还在留恋家的温暖的时候，一些骗子早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随着各个学校开学了，他们也开始工作了，骗术时刻更新，但是不变的是套路。这份校园防骗指南切记要牢记。新学期开始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环境，一切都是陌生的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有些熟悉的电话可要警惕了。喂，你是谁呀？嘿，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几年前我们还在一起吃饭。是我是班主任。啊，好头秃哦，他到底是谁呢？冒充学长或者老乡，甚至以学校老师的名义给你打电话或发短信，以了解基本情况，发出学金、领取快递等理由，要求学生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、银行卡信息、亲友信息等，很可能骗子就要开始设套行骗了。一旦他们知道某些信息，那么你的钱包甚至家人的钱包很可能就瘪了。那冒充类主要集中在冒充客服和冒充公检法两大类。那冒充客服呢，犯罪分子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到了咱们学生的个人订单信息，他们能够准确地知道咱们学生订购了哪些物品，那这些犯罪分子他就会谎称这些物品出现了质量问题，要给你几倍退款。这时候同学们就要注意了啊，咱们退款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，所有的电商客服都不会私下联系咱们消费者来进行退款操作。那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套路呢，也是比较常见的。犯罪分子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到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，他能够准确地知道你的名字、身份证号码，甚至学校还有你的家庭住址。他会谎称你的身份信息被人冒用，涉嫌了违法犯罪，现在要求你来配合调查。在此，警官提示大家，所有的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办案，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完成，全程录音录像，签字摁手印。最主要的就是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，不会以任何理由核查群众的银行资产，要求群众汇款转账。温馨提示，别和最熟悉的陌生人交底儿。骗子有千面，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切换，同学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隐私严格保密。遇到此类事件，一定要确认对方身份，并向学校、亲友进行核实。遇到诈骗，请及时报警。现在勤工俭学已成为新风尚，一是可以赚取零花钱，二来又可以将这份实践作为人生经历。看似一切顺利进行，然而不法分子又找到了新的商机。白雪公主长大了，再也不容易上当受骗，我最近呀也得找个工作。喂喂喂，我这里有高薪轻松的兼职，快来看看。他们以提供客服兼职、打字兼职、刷单等高薪轻松工作设下陷阱，或是以介绍工作为由骗取押金，使不明真相的同学落入圈套。一开始还会返还本金并支付佣金，然而这份信任却是骗子的圈套，他们会利用这份信任让你不断追加资金，最终骗取巨额钱财。今年我们接报过这样一起案件，某高校学生王某某，他接到了一条微信群中发来的一条广告，说自称可以刷单、刷信誉、做任务就能日进斗金。随后他添加了对方的 QQ，在对方给了他一两单小额的刷单任务之后，让他尝到了甜头，引导他进行大额的投入，最终这个事主王某某被骗取钱财8000余元。温馨提示，一入陷阱深似海，没有撤退可言。再次提示广大同学们，所有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，请一定不要参与。国家住
学贷款政策一直在不断完善，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，将本专科学生由8000元提升至12000元，研究生由12000元提升至16000元，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额补贴。助学贷款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被骗却损失惨重。近期我们就接到过这样一起报案，事主张某，他接到了自称教育局的电话，称发放的助学贷款马上要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边了。最后在骗子的利诱之下，在某网站上边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、密码、验证码等等，最终卡中的几千元钱被骗子直接盗刷走了。同学你好，今年的助学金啊就要发放了，你的基本信息呢，我们也需要登记一下。骗子会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学生申请助学贷款信息，而后谎称教育局或者学校名义，要求学生操作自己银行卡信息并转账到指定账户的，以此骗取钱财。在此提示大家，所有在放款前先收任何费用的都是诈骗。